李总，那个你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借车？又借车干嘛？嗯，我要去机场接个人，这不有个车方便一点吗？行吧。好，行吧。谢谢李总啊。哎。啊。一个男的，女的？一个女的。女的。啊，不是，哎哎哎呦，李总，你这都给我了，怎么还往回要呢？嗯，借你也不是不行，但我有条件。啊？什么条件？我也要去。不是，我去机场接人，你跟着去，那像什么话呀，是吧？那么贵车借给你，我不放心，放我怎么样？那也行吧，但是先说好啊，李总你要去，你别后悔。不后悔。啊。行吧。走吧。李总，那个，要不你坐后排去呗？为什么？那个他吧，他容易晕车，他只能坐前排，不能坐后排。什么时候见你对别人这么体贴过？你咋不对我这么好？哎呀，不是你说的嘛，坐后排才像是个老板嘛。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将就一下，将就一下。哎啊啊！别挑了，那我怎么做呀？我急死我吧你。李总，那个他那个腿比较长，所以就想留给多一点位置。腿长是吧？啊啊！哎哎哎，不是，看看谁腿长。哎，李总，你腿长，你腿长啊，你腿长。喂妈。啊，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，现在出发过去接你，20分钟后到啊。行行行，很快很快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要去接的是你妈。啊？不是，你现在没跟我说呀。哎呀，不去机场接个人吗？而且再说了，不是你自己非要跟着的吗？我都让你别后悔了。不是，那我啥也没准备呀。你这么的，我想到我刚才我会，我自己啊，不是，哎，李总，哎哎。